哦，对，我都会好吃。 榴莲是不是做的很真？从哪儿来？哇！哎呦，扎的我嘴了！<笑>太好吃了！ 来个巴西，这个是香草味的。
这儿的小狮子。 哇，你看里边有果酱，好吃。好郁闷呢，拍完了以后才发现麦掉了。 拿着点吧，想不想吃？ 吃一个绿色的吧。 猜猜下个视频吃哪个？点个关注。是一个千层蛋糕，我这个是榴莲味的，我这是抹茶的，来吧，好好吃。哼，看这个，满满的。 哦，吃了榴莲，太香了，太享受了，好好，榴莲好好吃。 好吃。
小蒸笼。